大家都说可能对他没有很熟悉啊，就是他右脚那么厉害，你就不要让他切进来射门了。好，徐毅左前场的自由球，哇，掉到后点位置，哇，顶到中间，结果又是发生了丁人的一个失误啊！哎，这时候有吹吗？看一下裁判，应该是进球，应该是给进球。对，应该是给进球。对，因为球最后是往中圈的来抛，结果我这边看到又是一个死球的进攻啊！最后航员 FC 在乱军当中是由 Bench 在门前硬是把球给捅了进去。但这球布置有。